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国金。今天我们要来玩一下3月18号的一个改版活动哦。首先，我们先去打一下这个守护老鼠的活动啊，跟爱的巢穴哦，这边有活动任务啊。跟爱的巢穴是要守护白老鼠哦，然后守护的白老鼠越多，我们拿到的奖励就越多，可以拿到这个2020福袋哦。然后他这边就是不用去打怪啊，不用去要耗叶子什么的，直接就可以进场，超棒的哦！我直接进去啊。然后我们就是有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兄弟哦，我们八只鼠人跟我们一起守护，基本上就是一直打。哦，放我自己放一下，不要让我们的白老鼠被干掉啊！有没有在打？哎、欸，不能用范围技能哎、欸哦，所以你要守护好这一个副本是不能使用范围技能的嘛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的白老鼠在干嘛？我的鼠人在 K 我、欸。这时候我们只要重新飞进去，我们主人就不会打我们了。有时候主人会俩拱哦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我，等我打到他吧。好，哎，这边没有人守，哎，我一守，守家哦。而主人都一直勇往直前呢，只会往前，不会回头。家里被偷了都不知道。就是没了，啊，熟人，在那边哦，别跑哦，啊，这一只在干嘛？这只阿伯怪，你要干嘛？不要乱来啊！距离遥远的白老鼠，哎、欸，这只没有位置在这边帮打哦，岸边混，回来哦，阿伯怪来哦。还有阿伯怪没有打那个白老鼠，哎、欸，宝箱喷出来哦，有宝箱，然后哎，最后一次完成，到了白老鼠什么？和熟人那么蹲上架，这谁打？不能。好，当然就过关啦，搞简单的。然后哦，生物的宝箱也要记得啊，生物还有五个，顺便拿一下。然后哎，啊，我们都只有五个。哦，因为这个白老鼠的宝珠是要交任务的。好，2020福袋。哦，被冲回去了。一个毒卷，没有白的。好，这就是打老鼠的活动啊，老鼠在那边摆烂。哦，跟这个魔法阿嬷，新的魔法阿嬷买这个宝珠，桑普的罐子，新的魔法阿嬷。一天只能买一罐啊，一个角色一天只能买一个，角色限定。买了之后有怎样吗？买了之后，哎、欸，30分钟要把它用掉哎、欸。那、啊、这边有很多 buff 啊，哦 ，buff 大家得去官网那边看。Go， 哎、欸，神秘宝珠啊，我是哪一个？这个就没有时间限制的吗？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拿到了第二颗，哎呦，两颗呢，让我这里用两颗，哎、欸，可是它为什么不会重叠啊？好，第一颗，到底是获得什么能力呢？看一下啊，嗯，最上面这边吗？
命中加成，命中加持，哇，爽哦！让我这里跨等打怪物了吗？中加持，好，这就是这一波的活动啊。有这个占卜，哦，还有这个守护白老鼠，守护白老鼠，如果主人来打你的话，主人犯病啊什么的来打你，你就按，你就再重新费一次活动副本就好了，都是直接再传送一次哦，这样主人就不会打你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3月17号的一个更新内容的介绍啊，介绍就到这边，我是古今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啊，拜拜。